咱台中啊，中会乡里部各位副部长、各位中会，大家好，大家圣诞快乐！真欢喜咱每一年所期待的这个年会，啊，搁大家会当组织伫遮来庆祝圣诞，来敬老、庆婚，大家真欢喜啊！啊，咱体会着过去这一年内底，咱姚妈是咱的木匠，咱拢无欠过。伊带我到伫溪安静的水边，啊，跳伫溪静静的水边后，伫迄个啊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啊，伊让我跳伫青翠的草坡。啊，今仔日阿管用个教会为大家带来两首诗歌。第一首就是《我是主的羊》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稣讲：“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捌我的羊，我的羊嘛捌我，啊，那亲像爸捌我，我嘛捌爸一样，并且我为着羊来放下性命。”咱知圣诞节就是上帝疼世间人。甚至将伊的独生子收赎予咱世间人，伊来降生伫咱的世间，为着咱来牺牲，定伫十字架顶，真做咱的救主，伊要去再来。所以，阮第二首的诗歌就是：主啊，求你记得我。咱伫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。要有些讲，看主坐云降临，啊，众人目睭拢在看见伊，啊，迄个时阵主在临的时，伊要接咱。阮这首诗歌就是讲，主啊，当你再来的时，求你记得我。啊，下面阮所要念的，就是这两首，我是主的羊。主啊，求你记得我。